用高颜色猪肋排做一份自动脱骨的厚结肋排，猪肋排去筋膜，放入香料，可以按照我的配方来，也可以发挥你们的天赋。涂抹均匀后，包上锡纸，烤箱上下火180度90分钟，然后准备一个酱料。这时候烤熟的猪肋排已经非常香了，再给它涂一层酱料，烤箱230度15分钟，翻个面再烤一次。好了，现在可以吃饭去了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南。一直有粉丝问我菠萝泥肠蛋羹到底怎么做，我翻阅了原食谱的英文稿。火腿和芝士其实就是超市里边最常见的两种，鸡蛋呢尽量用无菌蛋，因为每户人家的微波炉都不一样，具体的火候我写在上面了。听说很多同学做裙带菜汤差口气不够鲜，今天我来做份鸡腿版本的。泡发好后的裙带菜要挤干切片，中火热锅倒入芝麻香油，放入裙带菜以及蒜泥，这一步要充分翻炒出它的鲜味，倒入料酒再充分翻炒，然后加水加鸡腿肉。鸡腿肉呢事先干煎过，能煎脆皮面，还能去掉很多油脂，去掉粉末，小火煮5到6分钟，最后放入干辣椒以及一勺酱油。出锅之前放大葱，边试边放盐调味，最后撒上熟的白芝麻，鲜而不腻，非常的好喝。作为一个喜欢吃牛排的美食博主，战斧牛排是要定制来做一点吃的。牛排去掉多余的精油，绑线塑形，撒上大量的黑胡椒、盐以及橄榄油，充分按摩。大火热锅，用牛油润下锅，然后倒入少许橄榄油。现在煎的目的呢，主要是让它表面焦化，所以不需要煎很久，就像这块5公分厚的，差不多每面1分钟。煎好后，给它撒上大量的百里香叶，进烤箱180度10分钟。烤好的牛排呢，按压一下，确定它的熟度，然后给它上面放上蒜香黄油，盖上锡纸，醒肉10分钟。专业的吃货呢，除了要有好刀，好的牙口也不能少。推荐这把 U Smile 的电动牙刷，高颜值的同时，模式也非常多，刷头的震动频率每分钟38000次，轻松去除所有牙缝间的污垢。如果你用力过猛，它还会自动降脂，而且一年只需要充电2次哦。牛肉醒好的时候，黄油汁已经渗入到肉里，我们拆线去骨。经常维护的刀切肉就是这么快，就像好的牙口必须要用好的牙刷经常维护一样。撒上盐花，直接开吃。买了最近特别火的太阳蛋咖啡，无奈的是蛋都碎了。还好做起来非常简单，马上做一个。2个蛋清，几滴柠檬汁，细砂糖与蛋清同样的量，分3次加入，打发至硬性发泡，分1小勺，加入南瓜粉，翻拌均匀，用裱花袋挤出太阳蛋的样子。烤箱上下火，热风模式，中程100度，60分钟。快烤好的时候，拿出我的比乐蒂双法的摩卡壶。我基本上每天都会煮个几壶。太阳蛋除了好看好玩，主要是给咖啡提供甜味。喜欢的朋友可以试一下哦。冬天来碗牛肉罗宋汤真的非常满足。蔬菜切块切丁，牛肉切小块，中火热锅1到2分钟，牛肉煎2分钟后再翻炒，不用洗锅，补一些油，把洋葱和大蒜炒变色，然后倒入胡萝卜、西芹、番茄，加点盐可以帮助脱水，还可以加点番茄罐头或者番茄膏，充分翻炒。接着就是放入牛肉、高丽菜，来一些新鲜的迷迭香，足量的水以及香叶和辣椒，大火煮开后盖上盖，小火90分钟，期间记得补水和搅拌，最后再用黑胡椒、盐、砂糖边试边调味。